先来 run tour 一下。终于，今晚太累了，厕所，感觉虽然有点乱，但应该还行啊，整体看起来算干净。房间这边水只有提供6瓶而已，等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再用。啊，今天就是第一天来上海的行程了。现在要去拿盒饭了，刚刚他们好像6点多的时候会在外面喊说晚餐来了。今天的晚餐，看一下，这个是蛋，然后，看起来一般。早安。大早，阿姨又在外面喊说早餐来了，早餐来了，我想出去拿早餐。今天的早餐，这个是南瓜吧，然后一个馒头，还有一些咸菜。接受买水跟水。